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燕妮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最近使用的这一款按摩器。那我自己工作一整天，常常也会碰到的就是腰酸背痛，特别是像我们穿高跟鞋啊，有时候像这种脚啊，其实都会很酸痛。有时候穿高跟鞋去采访，那这种脚其实都会非常酸痛。那我最近使用的这一款按摩器用起来是真的还蛮不错的，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七字的造型哦，拿起来就特别方便，然后它可以换不同的头。那比如说呢，像这个有很像这种莲蓬头的啦，或者是像圆球状的啦，我就试一下给大家看。它只要把它插进去，就是稍微转一下，用力压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它这边有色的按钮，绿色灯就是代表已经通电了。然后它可以选档速，啊，这个是最低档的，然后还有再快一点的，然后这更快的低档的好了。那其实这样的按摩方式它就比较温和一点点。那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穿高跟鞋站一整天，有时候播报站一整天，或者是穿高跟鞋去采访哦，有时候脚真的很酸，那你就可以按摩你这个小腿肚的地方啊，它就是等于很好握，然后也很方便，因为它直接放在一个这样子的盒子里面，所以等于你携带是非常便利的。所以有时候你通常在公司里面哪里酸了，就直接拿起来就直接按摩了。那如果说你要带回家也很方便，带回家就是有时候洗完澡啦，在床上这样按摩一下也是非常舒服，好像一整天的疲劳都消除了。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圆球状的，它整个按摩的范围就比较大，那每一个触感都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呢是这种尖锥型的，这种尖锥型的按摩力道就会让我有种去那个脚底按摩的感觉，或专业师傅按摩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它有那种指腹在用力压的那种触感。我自己觉得这个按起来很舒服，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地方按摩不要太久，大概30秒就移动一下。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你去外面给人家按摩，自己在家或者是随时随地在办公室就可以按摩，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哎、欸！我可以这样子一直按，大概按10分钟吧。然后你就是比较酸痛的地方啊，那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，其实它这种电动的一定是比，比如说你去买那种简单的自己锤的，或者是比较阳春型的那种按摩器，它来的更深层一点点。那我觉得这种都蛮方便的，而且很舒服，很舒压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使用的这个按摩神器，觉得工作完用它一下就还蛮开心的，就觉得好舒服哦，就是工作的压力跟疲惫就可以稍稍的减缓一下。好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很好用，就是自己私心还蛮喜欢的。